大家好，我是詹佩君。大部分的 COVID-19 儿童感染者症状较成年人轻微，在熟悉的环境进行居家照护，可获得更好的休息，有助恢复健康。居家照护中的儿童如果退烧后无明显不适，且活动力与饮食正常，就可持续在家中休养。如果儿童出现警示症状，请视讯看诊寻求医师协助。活动力不佳、嗜睡，请联系119，紧急时可由家长接送前往医院。特别提醒，照顾者和居家照护中的儿童都要避免与其他同住家人接触。疫情非常时期，持续落实防疫，守护彼此健康。在股市打拼20多年，我靠的不是面子，我靠的是专业。黑马波段精选标股，我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你的新人生，股市万德福。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25号的股市 Wonderful， 我是阿德，蔡万德的德啊。大家很多人都去查阿德的那个族谱哈，族谱。一共老师，你真的是排行老五啊？我也不知道，我也没人要的，哦，没有人要，我从小都没有人要了，真的啦，我不骗你啦，我祖先人都无人要滴啊，通通弹出去啊。我从小就没有人要了，真的真的不骗你，你不要以为阿德开玩笑，真的有人去查说，哎、欸，老师啊，你真正跟迄国泰金嘛富邦金呢？嘿，因为上一代的老五，哦，而且长得很像呢。我说哪里像？像有什么用？要真的是才有用啊！如果我真的是富邦集团的什么上一代的话，哇，免得去跟他。在跟你恭维啊，对吧？我还每天熬夜，还每天熬夜在看股票，每天熬夜在研究股票，对吧？啊，开开玩笑啦，呵呵，反正今天嘛跌13点而已啦，你来看一下，对吧？七月真的要买股票啦，你得11月你才会这样数钞票啊！你看我这股票啊，涨停板的在这。龙老师啊，那上个礼拜五涨停的跟这个今天涨停的不太一样啊。对了，不太一样，对不对？对嘛，不大一样嘛。可是不大一样里面总有一些差不多一样的嘛。哦，老师你想讲什么我听得懂嘛。因为我常常讲说，譬如说啦，我们在做股票，这是重点嘛，这是重点，我要讲重点的啦。你有没有办法找出一个符合现在可以赚钱的方法？对吧，亲爱的朋友，我现在很认真的问你一件事情啊，你几岁？说啊，老师你不要问人家年龄啊，这样很不礼貌呢。不是，因为股票市场多头空头循环，大概啊错不了啦，十几年一次啦，对吧？啊，你如果30几岁好啦，你30几岁开始有储蓄，好，然后大概你70岁以后，你大概就不敢拼了嘛，对吧？那你大概有4次的机会嘛。啊，你如果像很多人就说我多空都要做，你有倍加的机会啊，对吧？可是你如果像阿德一样，如果我就一辈子我就是做多，我就是不做空，那我不做空，其实跟等一下我要介绍的股票也有关系啦。因为我要介绍的股票其实很简单啦，因为我要让你赚钱，我要让你赚钱嘛，所以我会把很多典故说出来，
啊，是真正发生出来的代志啊。你想看卖，如果这支股票我咧搞，而且我真的很有钱哦。假设啦吼，假设我真的很有钱吼，我咧几十亿、几百亿的这种，我股票袂堪要你放空呢。就算我要倒之前，我要拉你一把，什么意思？我要赚你一把。你如果我现在是做多，公司派一定做多自己的公司嘛，那是早期嘛。啊、那现在呢？我现在不一定哦，我现在公司很厉害哦，一边做多一边做空哦，对锁自己嘛，他会省成本嘛，对吧？然后引诱很多做空的来嘛，那空的一来的话，往上嘎嘎完了以后再杀多嘛。好啦，讲完了，来看这个。为什么要看这个？其实道理很简单啊。阿德刚才讲了一个重点啊，股票谁厉害我们就跟谁买嘛，对吧？谁厉害我们就跟谁做。好了，我刚才已经讲过了哦。我们如果一辈子只有三次机会啦，哦，三次机会啦，很少人三十岁就很一大把钱的啦，对吧？也很少有那个神童说三十几岁进场就可以赚好几千万的啦。就像以前那个电视上不是有一个什么光的吗，对吧？主持人什么光的那个，然后跑去中国，现在不管回去了嘛，对吧？好像犯了法吧。啊，到底犯了什么法我们不知道啦，对吧？那有十几个分析师在那边就不能回来了嘛，对吧？啊，他常常在电视上说哦，他十几岁的时候，高中的时候或是大学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他讲的是真的是假的啦。反正他在电视上就是说，他很少的时候就教他妈妈做股票，然后可以赚很多钱的，还叫做神童啦哈。啊，你几十岁年哈，人家三四十岁就可以赚很多钱，其实那也是算少数啦哈。所以说，我们来看大盘。现在你要找什么方法买股票？你要跟一个厉害的啊，谁厉害？用阿德，你一定说是阿德厉害，不是嘛？你要看谁厉害，你就跟谁做嘛。好，你如果看产业，想探熊贼，让他对着嘛，对吧？谁赚最多嘛？不是谁讲的最厉害嘛？谁赚的多嘛？比如说现在电动车，那现在传统的汽车，大家都有赚嘛。现在呢，现在物价高涨、通膨的状况之下，还有上市柜公司在大赚钱嘛？那我们就跟着这些公司赚啊，不就对了嘛？对吧？所以呢，大盘在跌，那涨了快1000点，那你要买什么？你一定会问说啊，这谁买的啊？这法人买的啊？对啊，因为今天才1800亿啊，当然不是你买的嘛，嘛不是阿德一个人买的嘛。那阿德做多，当然我要找一个方法让你说，哎，立马来这的啊，那我们就跟他、啊，好不好？我们就跟他嘛。因为老师啊，人也股神呢，投资一家公司比亚迪，获利近40倍，40倍是偌济概念？比如100万，40倍是4000万了。因为阿德唔捌赚过40倍，所以阿德。没要数算啊，不你算看嘛。比如你现在有500万，40倍是多少？可是有人会讲啊，哎呦老师啊，你马帮帮忙，13年赚40倍，还要时间呐、啊。如果没有那个耐心，我没有那个时间嘞，对吧？你一定会问这个问题嘛。所以回到刚才阿德讲的，那谁厉害我们就跟谁做嘛。你说哎厉害吗？好啊，他为什么投资电动车？因为那时候没人要啊，以前的电动车没人要挤啊，因为电动车没人要挤啊。他投资的时间对不对？应该是对嘛，因为比他更早了。比如我们台湾有一个已故的叫王永庆啊，对吧？他以前也是要，他也是跟他的女儿讲说，未来电动车是一个新的时代啊。可是他做没有做起来啊。对不对？所以说什么就是说我现在就来就是说我们要看，如果我们没有时间，那我们就选择一个对的产业、啊、就这样就对了嘛，
对不？啊，得安尼控股得利嘛，对吧？所以说很多股票在这个时候，你会想想看，哎，大盘成交量很低，那现在大盘为什么会涨？会涨，就是反弹一千多点，而且跌不下去。那你现在空手是不是很吃亏？对吧？所以说你会想，阿德如果照你抄底，好啦，你得真的说好，你今天就可以耶。那就算阿德，你也不认识阿德，那阿德跟你讲说啊，那我们来抄底，好，七月一号开始抄底，好，到今天来讲，你买了十张啊，你赚21万，对吧？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情吗？哦，这是阿德想要告诉你的嘛？那为什么要找复底？因为那是电动车啊。因为我们做股票很简单啊。我问你一件事情啊，你今年几岁？你今年若讲有，你今年若四十岁、五十岁，好、哦，如果你是40岁、50岁，跟阿德差不多年纪的，那我们未来还有机会嘛？那如果你今天是70、80岁的，那我劝你，那就不用了啦。你就学巴菲特这样做好了啦，你再等一下13年看嘛。你说啊，老师，再等13年太久啊。现在是长寿的社会啦，不会啦，不然你留给你的子孙也好啊，对不对？所以呢，再看我请你抄底嘛，对吧？7月1号请你抄底嘛，没错吧？这是说公开的嘛，我有一张忘记印了、啊，叫一粒电，他也是赚钱的、啊，好鹏程。那如果你来抄底，他波段赚41块，那10张41万，10张就好嘛，41万嘛，对不？亲爱，啊，我今麦就带你问嘛，这是真的还是假的？你从6月30到7月1号，等于过了一个礼拜，那时候是星期四、星期五跟星期一嘛，你过了一个礼拜，你会发觉说，哎，抄底是对的啊，因为咱抄的就是上低点。你说啊，老师，你讲较侪，你讲啊再厉害，啊，今日阁有吧？就像我昨天送你的啊，这我昨天送你的吧？那我今天好，我昨天送你的，那我开牌给你看，那你一定会说啊，老师啊，恁跩人都买的，听啊，什么股票起，你就讲什么没有？我把证据留下来，你先看一段 VCR， 我再把这个股票开给各位看，来导播 VCR。可是你想想看，这种股票如果你敢买，会不会赚钱啊？对吧？啊，你看不？有老师啊，你都免讲啊，我都知啊，去写啊，对吧？我说你如果不敢买，你敢买的话，会不会赚钱嘛？是不是赶快？7月22号是星期五，刚才你有看 VCR 嘛？对吧？只是我当时的侧标嘛，忘记给你贴，下周你自己赚，对不对？是不是？没错吧？是不是？我有没有 VCR？ 你看得清楚了吧？亮灯涨停，所以说我不免打您骗嘛。有人说啊，老师啊，你做元宇宙，那是威盛在中国大陆不是在做元宇宙的啦，他接到的是汽车的单啦、啊、你不知道而已啊。他以前有很多汽车的专利啊，他是卖给别人的、啊、现在他有可能要自己做，这是我猜的啦，我猜的。你说啊，老师还有哦，还有这个吗？其实我要跟各位讲一件事啦，你看看威盛，你就会想到一件事情，现在要怎么去赚钱、啊、对吧？没有人去谈嘛，就是像我一开始跟各位说的，你哪会知道没有人谈了、啊、来，这叫威盛，我跟你说的时候它已经涨上来了嘛，对不对、啊、我跟你说啥，你可以上个礼拜五阿德说的，我前前后后你都来听我完，忘记说股票没人敢买嘛，为什么没有人敢买？因为你看到最高是600多块嘛，那历史高价600多块嘛，可是升到42.5块的时候没有人要，因为你若有一亿的人存多少，存700万，
哦，可怜，哦，真的是可怜。对啦，像足侪像迄落 IP 股，足侪高价股共款啊，迄种腰斩啊，迄有人落七成啊，对吧？啊，那为什么？因为没有人要了，没有人要，你要吗？就是无人要抵押嘛，你来搭买嘛，你来搭买嘛。我唔只讲即支，你来买，你自己谈嘛。啊，我你呐加入阿德的 LINE 的官网的，你也拿到的是一样嘛。所以剩下 42.5 的时候没有人要，那时候你如果敢买啊，这一波你就赚到了。我讲啦，这一波太远了啦，安尼上班啦啦。但是重点，股票不就是这样做的吗？当你都没有人要的时候，那法人他就进来了、啊，外资他就进来了、啊。当你没有人要的时候，融资余额是最低的啊，对不？那还有你要不要？我讲老师，你刚刚在讲的那公公进前赚钱的，啊，你都啊个有心的无有啊？我要给你啊，我就问你要还是不要嘛？所以我要给你的就是说，现在哎、欸，很简单，大家都没买低的。大家都不要的，那我举例好不好？我举例好不好？我举例嘛，因为现在你空手真的很吃亏哦。所以我举例给你听啊，比如这一档股票，用阿德，我知道你这个股票什么啊？你也不爱亏啊，怎么五分钟盘？好，那我问你，我问你，它差21块哦，迄阵叫你买的时候，你轻轻猜猜，你也使买50张哦，50张赚偌济？105万，一张差价212,000。21.2块，啊，你如果买50张，就要赚105万。啊，现在分盘交易第二天，对吧？没错吧？没错吧？啊，所以说一个重点，阿德哥讲一解，我再问各位一次，如果你是年纪跟阿德差不多的，或者是中小企业的老板，你要特别注意哦。我们买股票就会买没有人要的。啊，无人要提你的股票都卖掉，所以想要提，就自然有了法人或者是大股东买去嘛。所以你看，伊一波起起来56%，也搁咧起耶，也搁咧起呢。所以讲，这种没有人要的，你要特别注意。我可举例好不好？我举例，因为我这个股票，大家拢知道是虾米啊嘛？因为我每天都追踪它，每天都追踪它。我也签名给各位看过了，对不对？他不想让你看的，他不能看一下哦，1、2、3，有啊，我看到哈、哦，我看到就好啊。我从第一天一直到现在，每天都追踪了哈、哦。好，重点来了，那还有没有这种没有人要的时候的股票？对吧？你要的是这个啦，没有人要的股票才有用啦。啊、如果大家都要的话，你已经涨上来了。好，你听这，这昌隆有没有人要？没有啊，因为最高的233啊，那时候我讲一次，我跟你说，你不能去堆233的昌隆啊，最低它跌到多少？79.2，跌了66%。你哪有一亿的人就要存4000多万？你说老师啊，那含息是你自己的啦，啊，员工的那个你也不算了。大家都不爱抵押，可是现在有人要了，对吧？啊，融资都杀到最低了，所以你要注意啊。我再举例一档，阳明嘛，对啊，它最高234.5嘛，最低75.6，哈，无人要抵，200几股，大家对今麦无人要抵，啊，我今麦讲今麦想要抵法人买的，啊，佫有一支，一支是叫望海，所以我今麦同你讲的，唔是同你讲。你有这种的，你无的人冇紧啊，你有的人你都要想办法，再打个电话进来，想一个办法，找一个点起来。你像讲迄人咧反弹，上寒嘛，你嘛反弹20%去的呀，对唔？啊你那个跌下来都没有人要的，你再找一个机会啊，掉单去啊你。像这支安尼就有深无？这支安尼就有深无？这就有够深的呢，这就有够深的呢，这已经挡到骨折的股票了呢，对不对？所以说，来，我今天给你的，就是要跟你讲这一个观念。
哦，啊，那么佮看迄看迄股票，已经分盘交易啊，已经超过五支涨停板啊。我来讲，我咪互你叫做新光速标王。啊，你也袂晓做，我对大家讲，咱要做，咱来找一个方式，好、哦，咱趁钱嘛。哦，啊，如果我们不晓得说现在要怎么做，那你就跟最会赚钱的人做嘛，对吧？好啦，你今天是我的会员。你早上有没有收到我的call讯？有吧，对吧？那我这样讲，我如果讲出来一定是违规的。可是我如果讲圈圈圈圈，安内令得无啊？譬如说一个圈是不是十个位数，两个圈就十位数，三个圈就百位数嘛，对不？好、哦，好，那你今天早上接到阿德的call讯，我是不是得说，让各个等级所有的股票加起来的总获利是不是圈圈圈点圈百分比几个圈？四个圈嘛，那小数点以上三个圈嘛，那、啊、你看我这个十百啊几百你得也有嘛，对吧？所以说我们买就是要买这个嘛，你跟业内吃货他就赚定了啊，而且探几年位置啊？你像我阿德打仗打你讲，哇老师啊，你也五十六趴啊！你当时没人要的时候啊，为什么没有人要的时候，你为什么不买？啊，就是我今麦打你讲的，或许今麦大家拢无咧讲的，或许啦吼，你就听听的嘛。或许今麦大家拢讲，哎、啊，航运股无人，哎，成交量才低啊，好、哦、法人去不得啊，咱无爱啊，咱放弃啊，对不？是不是这样？或许他机会就出现了，啊，你就有通赚到一笔大笔的。因为呢，底部起来的时候，那速度拢足紧的啊。来，新光速标王，让跟业内吃货他赚定了嘛，这里就是赚钱的位置。你也记耶，你今天把它记住，这里就是赚钱的位置，这里就是赚钱的位置。跟七月一号的时候，我跟你讲。七月买股票，十一月数钞票，一样的道理，就是赚钱的位置嘛。所以空手你现在很吃亏啦，对不对？你看这，你看这一两三四五超过五支呢，它是不是我得讲最喷的便宜股？它比这个最喷的便宜股更喷，你要相信吗？打电话进来，把股票拿着。等一下我在讲的时候你才有感觉，明天我在讲涨停板的时候你才有，这样才对啊，好不好？进广告。全球的情势正在大转变，你准备好了吗？小资翻转188专案，帮您翻转您的人生，您的财富。翻转专线02-8511-3366，02-8511-3366。是辛苦的，静心思考，二十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似乎不够，总想着能为投资者多做些什么。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用心去关心每一个股市投资者。鼎业投顾全心照顾，02-8511-3366。我不要得肠病毒，环境面消毒可能会传染肠病毒哦。我不要得肠病毒，爸爸回家要先洗手换衣服才能抱我啦，不然可能会传染肠病毒给我。如果不小心得到肠病毒，老师说最好要在家好好休息。
我在股市打拼20多年，我靠的不是面子，我靠的是专业。黑马波段精选标股，我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你的新人生，股市万德福。欢迎回到现场。今天阿德稍微鼻塞哈，很多人都以为说阿德你讲话怎么口音那么重，其实不是啦，跟阿德鼻窦炎有关系啦，有关系啦，跟不是有如果家里有小孩有小感冒的，如果跟鼻子有关系的要把它治好，不然如果很严重的话那以后就很麻烦了，像阿德一样一辈子都被鼻窦炎所苦，真的真的真的，有时候那个发作起来晚上都能不能睡觉，完全不能睡觉，你躺着就没办法呼吸，严重到这种地步，所以说我常常讲说我们要照顾自己的健康啊，钱也要赚啊，这里就是赚钱的位置。我要告诉各位的是说啊，诚实无欺啦，你要你就来拿啦，空手现在很吃亏啦，比最喷的便宜股更喷啦，那五支涨停板没剩啥，一支听了就挂过。祝各位操作顺利，明天见。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